来冰啊！百五上大只，这种只，百五够有咩来无？百五，百五拢有啊吼，够有量吼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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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百，百五，三百，百五呀。来八号，三八，来，你这三八，这个三八，这个八号，过来这八号三八，无要紧，这大车就多只，这个五的你来变的，真正来，不只青椒，还有你阿妈，哎，我做十波话这样，我给几分钱送你啊，送你两百了，该忙这些 ，OK 来，收支直接送给你了，我打几分，给我哥了，我再给两瓶，啊，这快一百了，一百了，再给他贴边，美女你好，帅哥你好。领导啊，啊你要吃红梅无？大只全部都买回来哦。哦，我去吃一种红梅，我唔捌食过红梅这甜。真的真的，我唔捌食过红梅这甜。我无五百，我再收你好了。来，四百先收。谢谢。来。来，到这边去写嘞。来，你这个包装。你别啥。你若包起落啊，你处理落啊，鲈鱼拢无啊吼。来，你有哪要食七星无？无。七星是百上鱼的啦，七星哦。好，了解。啊，这有水无？水无？这太好个哦，开甲足清气的哦。这两个洗碗酒两千落啊。来，包，好，包好落。来，有哪要食白星的无？来，白星要食的人家，你听我讲啊。七星我不爱来放五百四百啊，一个人我买一份当个煎炉啊，来三百上面一个三百，来三百啊，有人要食五花鱼的无？三百好了，五彩鱼，咩啊？唔是五花鱼啊，白烧啦，讲唔对啊。来白烧啊，诶，三百，三百有人要煎的无？三百有人要煎的无？三百，诶，三百，诶，白烧。到底要食啥？你要讲的吼，想吃什么跟我们说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敢有人阿苗我送着的无？有人来还会送的无？我要一千啊！我一千啊！我一千。对，三加一啊！我一千都无啊，今日变三千啊！我一千三百，你要吃我讲啊吼！我这种乌鸡哦，伫过年前得到足侪人的认同，大家拢乌热的啊！吼，我讲真心的啊！今仔白烧变做白烧，物件老要注意啊！啊，白烧够人要煎的无？三百好我落啊，三百。来三百啊！我袂落去，袂顶惯啦。我袂落去变啊！来，起迄个创我先平落来落啊！三百有人要煎的无？你起啊，是啊。三百有人要来无？谢谢阿哥，我这个刷对咱嘛够支持的。三包了没来不？来三包。对。啊？这个黄鱼啊，黄鱼拢叫鲍鱼啊，我都看了七年，歹势啊，对。来，这个白烧上面啊，白烧啊。哇，你不爱白烧啊？白烧是甜的呢。我过去，哎，美女，你好。好来啦，我来讲啊，这内底六只啦。我要加落啊，十二尾啊，十二尾啊，好无？你这十二尾等于哦，六尾蒸，六尾吹啦。安尼好无？我讲文听哦，六加六多十二啊。我讲文听哦，安尼啦。我全部招只落啊。我介绍我你卖蹲点卖考虑啦，好无？介绍我卖蹲点卖考虑，唔好咧卖哦。斤两三四五六个茄子落啊。也是这样吗？没有漏的。好啊，漏的啊。人家跟咱乌鸡白加嘞啊。好啦，我跟你讲啊。好啦，一瓶三个啦，一盘送我的啦，我大家欢喜啦。先给钱的先给啊，规盘装起白酒开好哦，水加嘞啊，开到清气淡淡哦，继续卖钱，唔卖咧卖啊。两百啊！来两百，来两百，来！你两只观众啊，你两两百的啊，来啊，给你签啊！来两个啊！高兴就好啊，给你签啊，两百。两百，这还要三个啊？两百，白抢啊！一盘毛毛毛的白抢啊！我你煮了三顿啊，一顿我你加七十块就吃白抢啊！最后个三个两百，上面签两百啊！后两边吃白抢啊，两百。买仓买到赚到，真正买到赚到，真心的。那这条加加台下都起你的，拢送三百，台下都会加了是两百，今仔加加这条量啊，两百给咱真正。两百，两百，够两百下无？
拢有啊吼、哦，我来讲，帅哥你听我讲，物超所值，平遐你就赚一百，注意听，卖勉强，注意听我讲，有咩人就注意恁两个，还要啥？大听我讲，我再告你，我再告你，我再告你，你冰起来，吼、哦，冰起来，你绝对无可能伫我这边看到这个价钱啊，就恁三个。吃不了，你卖勉强，我收起来了啊，600了。好，600。200块，够啊。加两个，你吃欢喜，哦，你大概吃些，卖个分号，你大概欢喜些，200了。应该要搞要三斤啦，今天啦，要搞要三斤啦。好，来。来，姐，你有收起，谢谢。来，哎，阿哥来边来坐。你搞要吃一个汤汤烈烈的无？汤汤烈烈的啊。加起来200了哦，上啊四啊条，啥物无花过？我是感觉喜事出门，人家爱食迄个，即个人家最爱食迄个。一个你去鸡腿，我装啊沙沙的，即个人家爱食鸡腿啊。我来讲话，你先摕一支当去煎啊，你先摕一支当去，干来看到外表你就足介意的啦，内底卖讲啊，内底是搁食来挡袂牢的啦，看见？喜事出门，底牌，内底有。内底几块？十块啊！这内底有加起司的啊，十块种的啊。你一块甲赚70块了啊，这十块就700，这加起司的啊，加火腿的啊，卖700卖200，斤两三四五，这剩十一包，一个人买一包当的，新价钱的人加了300、500买了，200了。200啊！起司猪排，这包上好吃，包上好吃。200，真正一块猪排20块，来200块，人要吃起司猪排吗？一个啊！啊，你要吃吃起司猪排吗？起司猪排，200啊！一包恁那边哟，一包就是足侪老猪狗来鹅肉哟，200块了。美女，你要吃吗？这个真的很好吃哦，绝对不骗你的。你回去炸一炸就好了，用煎的啦。我用煎的，甲气炸锅，我是感觉用煎的，加做好吃的啦。买多钱啊？好啦。嘿啊，气炸锅伤大啊！我就是一家，我冇用的，我真了可能是办公室食好食，啊，等下我就食啦，变无好食。结果我冇用气炸锅，用一个烧骨变伤大啊！我昨叫我冇水果用油来把它煮一下，好，真正就是办公室食才好食。200够有咩来无？200啊！气炸锅有当时好用，有当时歹用，真正气炸锅唔是大项物件拢适合用气炸锅。哦，韩式炸鸡啊，这200拢有啊！来，你要收袂？咸鸡排，你敢要煎？你要煎咸鸡排哦？啊无，这个鲍鱼，你买当个煮食食啊无？这个鲍鱼，这个鲍鱼剩半箱了，你买当食食。伊这个鲍鱼 Q 个甜啊，啊个入味啊。这哦，透贵了当食啊，这一条鱼啊，500，我免500，我免400，我来300我了。来300啊！来鲍鱼，咱要吃无？300块都300块，春节了吗？哎，春节了。300，咱要鲍鱼的无？我爱讲啊，我咧春节啊，搁加一条给恁啦，加一条啦，无够我讲真的啦，我嘛无啊啦，这条搁给恁啦，全部啊，四个吃了好啊，透贵了当吃，200了。来200啊！来200块了，要200块鲍鱼200。200。鲍鱼200块，拢有啊吼，够有了吼，谢谢。哎，大哥。200来啊！哎，200啊！哎，大哥，你个车甲味道敢够有印象？最近工厂我咧遐问，我咧考虑要进唔进？请假几大？有人咧问，到恁厝，我是咧考虑要进唔进啊？我本来是较听调啦，因为货哦，叫伊送来拢无啥稳定啊。啊，若计划讲好啊，有无？拜三，结果哪拢无啦？我唔只较听调。啊，最近遐头家有咧甲我联络讲，有搁进一批为了有搁进一批品牌，切切的拢看我要来无？我伫遐咧考虑要啊，干要搁买？你若买，我爱讲啊，我后日来搁进入来。我后日买个钱去嘛，我后买一个青甘鱼头，迄质量足好个啊，迄大个大个，我买500，伊买足济个啊。我搁来钱去嘛，啊搁来咱买卖啥？鸡腿卷好无？萝卜糕好无？鸡腿卷先来。毛玉泉嘛好啊，起来拢卖啊，迄拢 OK 啊。来，你看人要食鸡腿卷，一个卖啊，我来卖这是类似的哦。鸡腿卷有人要食无？这用规只鸡腿来做个啊。300、500面啊，一个人要上楼啊，200楼啦。来200啊！有人要食鸡腿卷的无？这一条、两条啊、三条啊、四条啊、五条啊、六条啊、七条啊，来我讲真的啦，这三条送你啊，唔免300啦，200咧。200，加一个啊。伊鸡腿从20块咧，真心哦，真心是俗个啦，6、8啊，走啦。这间工厂的鸡腿更好食，2条、4条、6条啊、8条啊、10条啊。
两百了。没事啊，没事，休一盘。好啊，两百块，有要吃鸡腿卷冇？哎，两百啊，加啦。来，谢谢哈，你好起来哦。五六啊，七八啊，九十啊，用千多块啊，做做千多块啊。两百拢有啊？哎，两百。来，搞你帮我收一下，谢谢。哎，小月饭你若要吃，人家我来讲哦，卖五百四百啊。这像这收尔，这退兵就当吃啊。你个臭皮退兵，规盘起出来，分白上食吃，五百变四百变三百了。来三百，七八个哩，七八个哩，来四个碟，七八个来。来一个两下啊，来两下 ，OK， 四包啊，四包啊，四包三包。两下赛嘛，两下 OK。没有了，哦，来，你看人家要两百八块拢无啊。今天没有了，一百五而已。有，你放我俩，放在公公。一百五就好。我转我起来的。哎，龙，这三百。我起来了。你带龙吧。吧。我今天我叫龙。你也是，我叫你龙吧。对啊。哎，阿龙。没放我。哦，阿俊阿龙，放我咩来咯？放我。咱赶紧来处理了啊。即落天食啥上好？食这食迄鸡汤上好。这个花雕鸡汤，这高级个人买才多。这台湾食个平价小料啊，这一只三啊五，两只七八，唔免七八。我来讲我无啊，即你做咩要来？今仔你要食花雕鸡的人家啊，这鸡汤啊，四个人家就好啊。两只来解煮成爱六百哇，爱五百哇，我唔免。我来讲，今仔日上好，你当日拜日当去做花雕鸡。鸡汤啊吼，唔免五百四百，一瓶两个了，先加钱了，两百了。两百了，两百了，两百了。来个两百只花雕鸡，我两百。